做真的很好看。这个是我们的设计的一个小鱼板，多多帮你带一下围裙好吗？我们可以用各种颜色在它的基础上做画。黄鱼小馄饨16块钱一碗哦，10份啊，哇！这个地方的风的感受比刚刚那个地方要大。我的帽子一直在扇我的嘴巴子。Hello。哦，是新朋友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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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你好，早上好，找到组织了呀！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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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欢迎欢迎，抬到抬到，上午砸船，下午搬砖，让干嘛就干嘛，指哪打哪，哥哥。哎，敖子义不能成为常驻吗？哇塞，大部队的力量果然就是厉害呀！来，3、2、1，走。慢点啊，慢点，你马速给慢一点。装修天团，青筋都出来了，大佬。人多总是力量大。刘二姐，加油！向着阳光走，不管它的结果是什么样，它都是你的积累。浪漫这个词其实未必是指两性之间的那个浪漫，如果我自己可以的话，我会重新定义这个浪漫。好，来填土。好，三羊开泰。啊，是三羊开泰，彻底完成，充满阳光，向着阳光走。这可以再来一点。刚才俊逸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喂，我要来看看我的红烧肉。喂。哇，好香啊！哇，直接拍一波就好了。哎呀，越狱了！这坨肉是干嘛的？没看着。想听金晨唱歌的举手。我在构思，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搞这样一个预热活动，就是六一，因为它有个六一儿童节。这头我来煮馄饨。好，快煮完。好，马上好了，大哥，马上来了。我们在这煮馄饨来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你马上啊！哎呦，我急死了，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我来不及包了，这个赶紧这个包。真的是手忙脚乱。61，马上游戏要开始喽！你好啊，你要多猜点，打败咱们。我姓什么？哎呦呦，哎！哇！对了，把他们留着吧。谁写给我的？张玉明，小朋友，儿童节快乐！记得你说你眼中的鱼山岛是五彩斑斓的，我现在已经彻底理解了，鱼山岛真的有很多五彩斑斓的角落。祝福你永远有勇气做出自己想要的选择。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！儿童节快乐！南北豫区大碰撞。不过我觉得啊，浩特和农哥确实已经破冰了啊。我们都赤诚相见过很多次了。真的有时候会被惊吓，就是没有想到，因为门是开着的，我想说这里没人嘛，就走过去一看，然后我就这样在洗头，嗨，要一起洗吗？嗨，要一起洗吗？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小时候集体生活确实没有这种隔间洗澡的地方，我们也是，我大学也没有，就是个大澡堂的，然后连隔的都没有，大家天天就是赤诚相见。以前厕所不都是对面都是没门的吗？那一段跨就有点难受，那很难受了。好像北方洗澡都是那种，哎，北方确实是这样，就比如搓澡嘛，就是、啊，对，好像我听过好多朋友说他很不适应，就是躺在那边给他搓澡的。我去北方适应这个了，我还挺喜欢搓澡的。后来我不敢搓了，我跟你说北方的师傅劲儿老大了，能给你皮搓掉。那时候觉得很好玩，我就觉得我搓来搓，这个节目结束了是不是得搓一下？那如果你有名了，你要怎么搓澡？哎，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，也是个演员，他的剧正播着呢。嗯，有一回我们去搓澡，然后加那个按摩啥的，然后我们在汗蒸的时候，他的微博私信：哥，你是不是现在在那个澡堂子？懵了，我好想死啊！哇，要命了，我的天呀、啊，这很尴尬。雨农啊，你火了就千万别去澡堂了。他也会在
那个你的私信里说，哥，你洗澡关上门吧。我还得自带帘子去东北找他，受不了了啊！童年记忆，打水漂。哎，打过漂吗？哎，我打过。你猜我能打几个这一把？一个。赌多少？10块钱。好，你说的。小荷包记得转账。转到我教育啊，转到我小学教育。啊，我怎么就一个？肯定是风的问题。我要试一下这个，让开。两个。马哥。嗯，咱们来比这个呀！我可打了两个，我最高记录。两个呀！来来来来来，让我破你们的记录。在在，想看我能打几个吗？最多一个。最多一个，哥，你有可能会打到我。不会啦！哇哇哇！三个，飞哥打一个呀！我打一个，我怕直接把你们记录破了不太好。我，对呀，来来来，我看一眼，飞哥你来打一个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我觉得飞哥最多一个，飞哥绝对超过他，飞哥一个，来吧，不管你们打多少个，我这个将秒了你们所有的记录。那我也来，来嘛来嘛，第二轮开始 ，Round Two， 一号选手是来自我们艺术领域的飞哥，那我们期待他能打多少个呢？二，哎，那跟我一样嘛，两个呀，飞哥是不是？哎，马哥是不是不力气不够大呀？来，飞哥，你用这个来打打我看看。哇塞，我会不会把人家网给干碎？那就是你的本事了。我笑了，浪费的那块石头，我长针，来，我来吧。我跟你说，看好，看好。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哇！10个，我要自己找石头上打漂。咱小时候是玩过的，太厉害了，飞吧。飞哥来了，我不来了，你来吧。飞哥退出了，飞哥。我试一下，再再来，看你。啊，这个风大，不行。是因为风的问题，不是因为我的问题。哎，我这个可以啊，我这绝对可以，你先打吧。三个，到我了，到我了。太重了，太重了，我使不上力。啊，不行！啊，裤子！啊！来来来，表演时刻。我要看看。哎，我也有了，我也有了。看好，看好。一，我是，哎，到我，让开。我刚也四个，差不多了，我们。哎呀，你会不会啊？为什么？我在家里都打得可好了。浪费时间。你在拽什么，弟弟？你打最高记录多少？我好歹也是第二名哦。啊，好吧。哎，拿这个打一下飘，你看一下能不能打出来。弟弟好坏，他把那个鞋抽出来，全喷我脸上。我。海水是咸的，他的脚也是，哈哈，汗也脚汗也是咸的。